天带你们揭秘一下我跟东哥妈妈关系为什么这么好，给你们表演一下。杨东，杨东，你干啥呢？怎么了？妈又给肉吃肉了，你委婉的提醒一下他。跟你说你这两个都喂肉了，你看吧，跟我老公就一点关系都没有。妈准备好了。我跟妈现在有分歧。你俩有分歧，你俩好像这一个人似的。我是不是跟你说了要出去吃饭啊？出去吃啥呀？饭都做好了。赖我了，我忘跟他说了，我们今天出去吃，明天再搁家吃。那能行吗？出去吃不了，完了家里头还浪费。搁家吃啊？我都约好了，就是今天可以吃啊。出去吃你生气啊？嗯。搁家吃你？对啊，生气。啊，那咋整啊？我跟妈现在又产生分歧了。你俩咋的呀？咋的？来，就这个凳子，我说十遍了，很不实用，坐上去还嘎嘎凉。撇呗那就。不能撇，这凳子可好了，我取点东西可方便了。咱家有梯子呀，这个得劲儿。哎呀，你俩吵的这个点呢、啊，真是，我给他藏起来不就完了吗？藏起来我又咋整？还得找。而且你也没地儿藏啊，你藏哪儿去啊？你那小房间根本就弄不了。你俩接着说，来接着说，我有点这人格分裂了。鞋柜那个事儿能不能听有大哥，哎，我咋感觉不对劲呢？还真是一点也听不见，还得跟我俩赌气摇头，这耳机降的功能挺好吧？啥叫赌气摇头？你有那污蔑我啥呢？那个在这干啥呢？这不索尼降噪动物吗？点头 yes 摇头 no 不到啊！我刚才挂了个骚扰电话。那降噪功能呢？我俩刚说话你一点也没听见是啊？那降噪功能杠杠的，最后你俩吵一下我一点没听见。啊，没听到就好，下次。啥意思？你俩说我坏话了可能啊？这耳机这么好，那我跟妈现在又有分歧了，来妈。哎，这耳机我想要一个，你是不是也想要一个？对，那怎么办呢？再买一个，现在就想要。啊、哦，这样式的，来那个，这样就就行了。那不行，这样它就不立体了，这实在才对吗？就像在现场一样，现在我跟妈就要一人一台，一人要一台。哎，你看我像不像耳机？你看我像不像？